们现在的论述的点呢，就来到讲平时导师出世弘扬三圣菩提所面临所看到的这个现在整个佛教界的情况啊。学术界看起来呢，就是着重于延续着欧美还有日本人的这个对佛法依学术来研究佛法，最后甚至就延续了声闻部派佛教六世论的思想之后呢，甚至提出了大圣非佛说。那另外呢，又有这个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包括应承拜公观，乃至还有所谓的秩序派中观，这些种种的其实是违背佛法真义的这些的说法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同时出现了。所以平时导师出世弘法所面临的世界呢，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好，这部分郭老师应该也有更深入的说明。就说对于呢许多人，他们开始看的佛典，他认为呢我们应该回到阿含经来看，可是他们呢受了四应顺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解释呢和解读都有问题。比如说如来是亲证呢这个本事，亲证跟本事的，这何以见得呢？在杂阿含经就有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你要一直往前回溯，从这个呢白品法找到一个呢到底什么是生的尽头，就是本有法无生法，就这么找到的尽头是什么？是四支十缘起之的四支呢，就是呢白品法的尽头，那它同时呢也是一切的开始。所以这个事不用任何条件，不用因不用缘，它就一直存在，所以呢它是无生，无生就是无灭，然后呢没有因为其他法的存在而它来存在，所以它是本来就存在，所以就是本有法。而且这个事呢是一直陪伴的众生，众生呢可以像二生圣者把名声灭的没有问题，可这个事是存在的。所以呢阿含经说是名色是共聚，而且是辗转呢等于辗转相依啊，就是呢这个事不会离开这个名色的，可这些呢全部呢都受到一些扭曲。为什么呢？因为释应顺说如来呢没有亲证，没有亲证八识，但我们看不是啊，因为如来呢亲证白品法以后，继续呢从黑品法从流转门继续看，继续看的时候发现呢每一支缘起支全部呢就是要留这个四支来出生的，所以呢这个叫法如，一切法都是如，一切法都是真如，都是真如的体性。那法尔就是过去现在以及呢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一样，从来如是无一更替。比如说这个的运行是本事的运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无生法，乃至呢直接我们就说二圣的无余涅槃实际上是四尊四色，在中阿含经还直接说。那你说那涅槃都四色法，那到底涅槃里面是什么？就是灭不掉这个四支十缘起之这个四的呢体性，因为呢一切的物质然后一切的七转四影都可以灭没问题，那还剩下什么？总不能说还剩下有些物质是你找不到，只有剩下心，就是这个四支，这四支的自住境界就是涅槃。所以呢因此而说涅槃，所以我们这样归结出来是很清楚，阿含经实际上就在讲这个八识，所以它叫做入胎识，是本识，而且呢它是名色的呢
音习本源。第一个呢，就直接压了音，比如说你不能够找音的时候忽略掉这四支。既然有情呢，就是依这个名色，然后作为有情的话，那你要记住还有一个事。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事呢是呢，二圣圣者不用找，因为他也找不到，但他可以选择相信。不然呢，他的涅槃呢，在名色灭尽以后，就一定变成断灭空。所以当然二圣圣者一定是相信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的阿含专家以及呢这些主张呢大乘佛有说的这个呢，这些人他们并不了解阿含。对，可以这样讲，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不管是现在的佛学的学术界，或者说乃至于说以学术作为佛法修正的方法跟目的的所谓佛教界啊，表面上看是讲的是声闻部派六识论，也就是错解阿含的六识论。因为刚刚郭老师已经讲很清楚了，那平时导师做阿含正义副标题就是唯识学探源。唯识学的源头其实阿含就有了。那么学术界他承袭日本乃至欧洲这些研究学者的意见啊，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就看的表象，看到说那些的声闻部派那些声闻人呢，他们不了解大乘法，所以不了解大乘法，然后错解大乘法，因此就要不断的去演变，因为他错解了，人家就提出质疑，人家质疑他就要演变，要改变一个说法。所以展现出来就是让人家看到，就是说，哎，你这个好像大乘法不断在演变哦。所以就说，那大乘法不是本来佛说的啊，它就是演变而来的。但是其实，从阿含到般若到唯识，佛陀所讲的这些的真理，完全是贯通的，是一贯的。从来没有演变过，而是没有亲证看不懂，就认为有演变。那表面上看起来是沿袭阿含的六识论，可是呢，内里就是跟宗喀巴的印成拜中观呢，哎，那就相连结了。那这个对于整个佛教正法的弘传呢，其实是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了。那平时导师他出世弘法，就是要针对这两个部分，因为前面玄奘大师凯定当时的种种争议，那平时导师今生出世弘法，又面对这种种的这些的混乱，所以导师也要记种玄奘大师，要把这些混乱要弭平了。因此导师除了在讲经说法，还有这个著书来否定这些主张六识论乃至大乘非佛说的这些种种说法之外，并且还要针对宗喀巴的广论乃至于达赖喇嘛，因为他是全世界的弘人啊，他的种种说法啊，来加以辩证。所以导师在大约20年前呢，他就已经造了这个《狂密与真密》，有四集的《狂密与真密》，从根本理论上把广论的基础，把宗喀巴把这个达赖喇嘛种种说法的这些的理论基础呢，全部都加以铲除。那
并且呢，我想这个在过程呢，很多人都晓得啊，登报啊，广发文宣啊，深入民间。那我个人的了解哈，因为过去曾经有担任这样的职事啊，我个人的了解就是说，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民间人士啊，像我们接触到一些里长啊，一些里民啊，哎，他们开始认识广论是什么，开始认识达赖喇嘛他的本质是什么。那教界也是一样，教界就是佛教界啊，乃至于政治界啊，有一位最近在经过很激烈的这个党内初选，然后现在已经应该是可以被提名要来选下一届立法委员的，我们就不举其名了。曾经在私下就讲，哎呀，我们以前都不对达赖喇嘛都不了解了，那也经过你们这样子很密集很扎实的这样去做宣传以后呢，我们了解他了。这个了解就是什么，就是中国佛教会啊，在监察院做调查的时候呢，跟监察委员说的，说他们啊不是真正的佛教，他们不应该来，应该回到他们那个地方去啊。